自助旅行正夯，想出国旅行又想省钱怎么办？省钱第一招，提早购买机票，或是你可以找转机可以免费出境的机票，你就可以免费多玩一个国家。省钱第二招，如果你是学生，你可以看看教育部最近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计划。如果你不是学生，你可以关心国家最近有没有什么政策能让你搭上顺风车，然后写计划书去提案。想拍照去提案，喝饮料去提案，想要音响吗？去提案，去要疫苗，乖乖花钱吧。不行哦。省钱第三招，上网搜寻 JetBy 网络分享器。出门在外总是会遇到许多麻烦，网络让我们在各地都能通行无阻。WiFi 分享器首选 JetBy， 网络涵盖全球108国，一机漫游，桃园机场取环免运费，走到哪网络连到哪，还可以当随从使用。快上网搜寻 JetBy 网络分享器。